这样才签。去，请一生。 喂，苏工啊，你要的木板的样品已经送到我这边了，你要不要过来确认一下？行，我让明师过去吧。你最好还是亲自过来一趟吧，因为木板的颜色跟你的方案里面有一些色差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还可以让他们连夜去换，这样比较有效率。你说呢？可是我现在……辛苦了哈。喂，怎么了？你先陪我去个地方吧。 这个项目到时候见了业主，三人来了。嗯，好。苏，秦生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又见面。那去我办公室聊吧，他们样品已经送到了。行，走吧，一起吧。啊，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 您看一下，因为给的视觉效果图呢，跟实物可能还是有一些色差的。您确定一下，你到底是用哪种颜色？确实有色差。施工色值方面给我看一下吗？来，谢谢。因为这个咖啡馆呢还有水景观，所以我建议你呢可以考虑用一下多层板，比较防潮，而且环保。 而且装修以后可以马上开业，节省成本，你觉得呢？你们公司多层板不是不错吗？有资料吗？啊，有，稍等。来看一下，这是最近进过来的一些样品，有没有想用的？这是实物。 苏工，嗯，好，好，不开心啊。 吃醋了？没有啊，那就是糖分不够。啊！没有想到秦医生给我包里放的这几颗糖这么有用，甜不甜？还行吧。还行吧。 就是不够甜哦，这样才甜。
张总，慈善义派的活动有代表找你，你接待吧，我没时间。他说是心外科的秦云生，请他进来。 哦，秦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处理点事情，您随便坐啊，什么事儿？我代表医院给杨总送这次义拍的荣誉证书。啊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你交代一声，我让人去取就好了，放哪吧，谢谢。感谢杨总对我们活动的支持。下一期嘛，应该。啊，说到这儿，秦医生好像有一件。 不过很喜欢的拍品被您拍走了。啊，刚好，我也很喜欢这个东西。是这样的，秦医生，之前确实是因为我个人的疏忽，所以错过了它，导致它到了您的手里边。现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。 我希望您把它还给我，条件你可以随便改。那杨总应该知道啊，有些东西一旦错过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苏英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杨总应该也是个体面人，所以也应该知道如何跟我的女朋友。 保持好距离。杨总，这是上次关于海警员的会议记录，我先给您放这儿。还有关于海警员的考察行政安排也已经下来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苏工最近什么安排？他周一会去咖啡厅现场。